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三二一，来。低级受爵，低级受爵，可以是低级受爵，五点成就，极其稀有的受爵，是低级的，是低级的，没问题。来，一点一点拉，一点点拉，所带技能裂皮化身。我靠，终于给李哥逆袭了一把。好了，兄弟们，一本力逼化身出现了。可以说两本受爵的成本已经收回来了。这个号不会有任何的风险啊，不用担心说给完人钱，出了好授权人家把授权拿走了啊，出了垃圾授权人家卖给我们，不会出现这种啊，这是军火哥的。好，牵手成功。好了，我们仔细欣赏一下力拼化身的授权什么样，其实也没啥样，也没有时间锁，一个低级授权的造型，简简单单只有四个字，梦幻西游最贵的啊攻击技能啊，比三个贵了好多好多啊。